佩服佩服，军管会的人四处找你呢，没想到你躲到这儿来。八少爷是不是以为我魂断天涯，命丧黄泉呢？那倒没有。不过，你这么大费周折的把我哄到这儿来，不是只为了喝酒看戏吗？说吧，有什么事儿直接说。 八少爷爽快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我想和你谈笔生意。生意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已经不做银元券的生意了，咱们还有什么生意可以做呀？啊？不会是让我来和你一起落草为寇，打家劫舍了？八少爷最近遇到一桩麻烦事儿吧？嗨。 我麻烦事儿多了，自打共产党一进城，我的麻烦事儿就没断过。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桩啊？李老板跟你借车贩卖烟土，还丢了性命。八少爷不但半个大洋也没见到，还沾了一身腥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不会是你和李老板合起伙来骗我吧？哼，那倒没有。 我也是事后才听说，李老板借用的是你们八家的车。八少爷是个生意人，自然知道烟土的利润。现在没有李老板从中作梗了，我出货，你出车，我们二一天作物，一起来挣钱，怎么样？李老板是你杀的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就算人是我杀的。 不也正好为你出了一口恶气吗？怎么，你怕了？哎呦，你看人都打烊了，明天再来吧。老板，两碗凉粉。明天再来吧，收摊了。何老板，是我呀。哟，大金同志，今天怎么这个点来了？哎呀，银行有事儿，我们下班晚了。 你就行行好吧，你看我和同事两个人连晚饭都没吃，肚子都饿坏了，再给我们做两碗。哎呀，没有了，明天趁早吧。哎，就是明天再来吧。你看你，这不是还有呢吗？看，不是剩下不多了。那你就有多少给我们做多少呗。他们军管会调查我，可能暴露。明白了，让他当替死鬼。哎呀，真拿你这同志没办法。 得，你们坐下吧。谢老板，刘大哥，你坐呀。哎、我来。你这不是为难人家吗？嗯，这样合适吗？哪有什么不合适，我可是炸的老主顾了。老板，我那会儿给我多加点辣椒啊。哎，好嘞。我老是上这儿来吃，特别好。<笑> 凉粉来了。哎，筷子。哎，筷子。你这辣椒够不够？要不要多加点？够了，够了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 小杨啊，那个我想了一下，咱们以后啊，还是少来往。我偏不，为什么呀？我小飞蛾走南闯北，出生入死，能活到今天，靠的就是这些真金白银。我什么都不相信，只信钱。 有钱能救我的命，也能要别人的脑袋。不管是共产党当家，还是国民党当家，哪怕天翻地覆，只要有钱，我小飞蛾照样上天入地，无拘无束。说得好，没想到你一个女流之辈能有这种见识。我一个女土匪能有什么见识啊？倒是你那位当行长的表妹才是女中豪杰吧。
她哪能跟你比呀？她就是一黄毛丫头。来，咱们喝一杯。八少爷，你这是同意跟我合作的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今后要合作的地方还多着呢。干嘛？哎，大爷，大爷，我真是影响了。去你的！站！早上天太暗，风又很大，我没看清楚就被打晕了。行了，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全力帮你找回马超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报告。进来。怎么？政委，城外发现刘干事的尸体。刘干事。刘干事的死亡时间大概是昨天晚上10点左右。你看这尸斑的颜色，啊，还有嘴唇的颜色。中毒。对，从现场情况看，刘干事服毒自杀的可能性比较大。至于何毒致命，要等尸检以后才能得出结论。你是说这壶里的水有毒？这个要带回化验室成分分析以后才能证实我的想法。刘干事白天才接受了调查，晚上就死了。我看他没准是因为泄露了军火库守卫漏洞的秘密，畏罪自杀。要真是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是担心他被别人利用，做了替死鬼。负责军用仓库的管理人员一共就那么几个，刘干事肯定会被调查。他既然敢泄露军事机密，应该早做了应对准备。可是他这会儿偏偏选择自杀，无疑把自己的怀疑暴露了出来。我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。最近命案一桩接一桩，敌人也太猖狂了。敌人肯定会有行动，只要行动，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。马副官那边查怎么样？城门口和城里的交通要道都加设了岗哨，重点排查马车。一旦发现符合特征的马车，先不要打草惊蛇，第一时间汇报，派人跟着。我们的目标，根据马副官这条线，挖出坐骑堡他们的藏居点。是。现在时间还早，先去警车查了看。谁呀？我不是说谁也不见了吗？是吗？那我也不见了。娘，你赶紧起来，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？你别管我，这正烦着呢。怎么气儿还没消呢？嗯。回家住吧啊！你这儿怎么能住人呢？啊？不能住人也比家里边待着舒坦。哎呀，我看你们到底是父子俩，一个比一个嘴硬。这父子之间没有隔夜仇的。你是个晚辈，服个软，跟老爷道个歉。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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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姨娘，我回去干嘛去啊？还让我爹把我打出来？哎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就好好照顾我爹就行了。等，我也懒得多说了，省得到最后还闹得我里外不是人。你好自为之吧，想通了就早点回家。慢点走啊。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辣子鸡，别忘了。
八太太。哎，哎，这么漂亮的花给谁的呀？是经理订的。宝生。他送给谁啊？不知道，他只说今天上午有用。去吧。哎。无声，跟上少爷。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停下！哎，以后有空闪光再来啊！一定。果不其然，这俩人把自己跟李老板的关系推得一干二净。政委，你信吗？信不信你凭证据说话。先回去跟牛主任把情况汇报一下。是。无声，今天这事儿啊，不能对任何人说，尤其是老李。我知道了，太太。走吧，开车。秦国良都问什么了？哦，他就是知道李老板死前来过茶楼，也知道我去找过李老板，其他的就没什么。原来那个姓秦的就这么点本事啊！当家的，既然我们都被盯上了，不得不防啊。他们没有证据，暂时不敢乱动。不过此地确实不宜久留，需要赶紧找个地方转移才是。八少爷来了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和八宝生商量商量烟土的事情。当家的，你不会对八宝生这个小白脸动心了吧？胡说！呀，走啊走啊！八少爷来了。哟，这花真好看。在里边呢吗？在呀，行啊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下班找你，你都不在了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了？知道什么呀？刘干事自杀的事呗。知道又怎么样？不知道又怎么样？就当是我杨云云瞎了眼，看错了好人。你别这么说他，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呢。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，没想到还能干出这种事儿来。人都死了，别再往心里去了。你在弄什么呀？我给秦国良熬了点粥，给他送过去。他这个人一忙起来就顾不上自己了。那你快去吧。你没事吧？那我一会儿就回来。
重庆那边根据我们提供的电话号码找到了李老板的烟土卖家，那个人也承认和李老板伙同一起贩毒，但他既不知道烟土的来源，也不知道八宝城和花如锦的存在。看来这起案件真要死无对证了。刘干事的尸检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？还得一两天。云岭一下子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人心很不稳，在没有证据之前千万不要贸然行动，我们一定要稳固住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。是，请主任放心。走。虽然现在很多事情还是千头万绪，但我有一种预感，他们最终会汇集在一起，相互影响，相互牵连。嗯，我相信你的判断，但是不要放过任何小的细节，抽丝剥茧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啊，我看照那个烟土买家的说法，八宝生的嫌疑可以解除。爸啊，主任你在啊？啊，我不好意思，我看门开着，我哦，没事没事，来来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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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你们谈工作，要不我下次再来吧。来，我谈完了，来，进来进来进来啊。哎，坐。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工作了。哎呀，现在不是工作时间，我怎么好意思耽误你们年轻人谈事情呢？啊，哈哈，你们谈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主任，好好，我把门给你们关住啊。你看，坐。那，给你熬了点八宝粥过来。一点小伤，犯不上。那也得补营养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一忙起来，一头扎进去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。嗯，嗯，嗯。对啊。嗯。我刚才进门的时候，嗯，听到牛主任提到我表哥的名字，是不是？李老板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呢？我刚才不是故意听到的，我门一开。田婷，我知道你关心你表哥，但我还是那句话，八宝生的嫌疑不能被排除。哎哎，干什么呀？秦国良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一句话同样的意思，你就不能换个说法吗？非要说的跟个炮筒子似的，非得把我噎死你才舒服是吗？那我该怎么说呀？我知道，你就是想告诉我表哥有嫌疑，那你也得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吧。你把话说那么肯定干嘛？你完全可以说，你说你别担心啊，这事儿暂时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。你表哥很可能会没事儿的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啊，知道了，罗大行长，下不为例啊，下不为例。嗯，田婷，你知道我这人是个大老粗，一说工作，玉皇大帝来了我都不练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国良，嗯，我知道，你是因为我才受到质疑，工作也开展不顺利，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。但是，我真的担心我表哥，更担心我舅舅。八宝生虽然是个纨绔子弟，但是他本质并不坏，他肯定不会参与杀人的。我之所以这么关心这个案子的进展，是因为我担心表哥真的跟烟土走私有关。但我相信他一定也是一时的利益熏心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我肯定不会包庇他，我会让他亲自来向你自首的。这件事情不是你该背负的。你不明白，我舅舅对我有恩，八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你别看我舅舅平时对我表哥又是打又是骂的，可他那是恨铁不成钢，其实他心里最在意的就是我表哥。我就是担心，如果有一天表哥真的出什么事儿，我……哎，行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，请你相信我。
爸爸扔，这有悬疑。说个正事儿，运烟土的车你安排妥当了吗？放心吧，这事儿包在我八宝生身上。这次来的路上，我碰见了秦国良那个王八蛋。你说李老板那事儿，他会不会查出点什么了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确实得另谋住处了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住我那儿去。你那儿？谁不知道你已经是个丧家之犬了？前段时间我放了一笔高利贷，那个人没钱还，我就把他房子扣下来了，到现在就没有人知道。真的？怎么样，知道跟我八宝生在一块儿的好处了吧？啊？司令，酒买回来了。你这鼠胆，这飞镖离你还十万八千里的，去，再给老子打回去来！这么，司令，好久不见。少他妈的装神弄鬼，快说什么任务？叶边府派我通知司令，明天需要去重庆运一批假币回来。假币？上峰下达命令，在云岭散播假币，破坏工党的金融秩序。切，我以为叶边府还有什么大手笔，又是些小打小闹。司令，特殊时期只能采取特殊手段，我方安插在军管会内部的情报人员已受到怀疑，此次行动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。有时候用钞票打仗比用枪炮打仗见血更多。现在叶边府这条线上人员不足，我碍于身份不能离开云岭，这件任务就劳驾司令大人了。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司令，多说无益，待到党国光复之日，再与司令坦诚相见。说吧，去哪提货？怎么接头？现在出入云岭，随时可能遇到身份排查。这是伪造的证件。为了降低任务风险，你必须一早动身，尽量缩短来回的时间。到重庆北碚区万源杂货铺找程掌柜。报告，进来。政委，啊，刘干事的尸检报告出来了。现场的那个水壶里的水确实含毒，是氰化钾，而且含量极高。政委，难道刘干事真是自杀？看这是什么？刘干事的水壶。哎，我刚才在法医那儿见过，怎么现在到你这儿了？这是在刘干事办公桌底下找到的，现场那水壶根本就不是刘干事的，刘干事不可能自杀。
刘干事在死亡之前吃了凉粉。对，法医在刘干事的胃里发现大量未消化的凉粉。是万源杂货的程先生吗？来取货的。啊，是帮朋友捎回云岭的两箱。跟我来吧。老板，两碗凉粉。哎，两碗凉粉来了。哟，大军同志，好久不见，馋你这口凉粉了。不瞒您说，我在这卖凉粉这么多年呢，靠的就是回头客。哎，跟你打听个人，这人见过。哦，您认识？认识谈不上，可这人来我这吃过凉粉。什么时候？我想想，也就是几天前吧。21号，哟，具体日期我可没留意，我就记着那天是晚上，我正忙着收摊呢，这个人突然跑过来说他要吃凉粉。一个人来的吗？是，我还纳闷呢，这人看着神情恍惚，好像有什么心事儿。我说收摊不卖，但是他一屁股就坐下来，连我说什么他也没听见，正好有一点疑惑，卖给他。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？没有，他就闷着头吃凉粉，我呢忙着收我的摊子，也没留意。吃完他搁下一张钞票走了，我说要找你钱，他也不理我。老板，你介不介意我看看你的凉粉？哎，您随便看。老板，这凉粉是你做的？啊，我亲手做的。用什么做的？绿豆，老客人们都制的。这料也是你自己配的？那好吃的秘诀啊，全在这调料上。老板，一碗凉粉，多放辣椒。哎，好，就来。你吗？哎，来了。您不是怀疑他吧？现在不好说，先回去吧。政委，你们来了。你们在附近办事，顺路过来看看。他有什么行动吗？他倒是挺老实的，可我就是觉得不太对劲。你看，他成天跟没事人似的，不是喝茶晒太阳，就是上街瞎逛，就跟故意带我绕圈子似的。反正是一点没有要和人接头的迹象。没关系，就是被他发现了，也给我死死盯着他。这伙人都是无孔不入的破坏分子，告诉跟你换班的战士，一定不能大意。明白。强子，迅速派人盯着梁本山和何老板，这个人一定有问题。可是政委，您刚才不是说何老板没有什么？政委，怎么了？刘主任让我过来通知你，城西岗上发现可疑马车。你在这盯着，你们俩跟我走。是。政委，哎，政委，就在那边，他一路晃晃悠悠，走得很慢。马车核对了吗？核对了，跟报案人的完全一样。哦，就那个马车呀。但是那驾驶人的体貌特征怎么看都不像马副官，瞎眼肯定是他伪装的。我们查得很仔细，绝对不是伪装。知道，你们俩回去。是。
天散架了。马副官，让您受委屈了，咱们总算躲过共党的追剿，把您送到了。谢谢马副官，谢谢马副官。驾。刘伟，这不是我们上次跟踪他们的岔路口吗？他们的老窝肯定就是那座破庙。妈的，上次被他们蒙混过关了，我这就去断了他们。胡闹什么？知道上面有多少人吗？文涛，你回云岭，回一叫部队支援。我跟强随机应变。是，你俩小心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是这是，哎，喝，哎，这人你上哪儿去？你管老子？老子去茅厕，有用得着向你报告吗？司令呢？万副官，我们都以为您……以为我什么？殉国了？喂喂，只是您一直没回来，我没有听说城郊屯路上发生一起爆炸案，难免操心您。你不知道，司令和兄弟们都很挂念您。我这不回来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老子的命比天还大。是是是是是，万副官，您洪福齐天。去去去！你个没用的东西，大半夜哪来的鬼？司令去哪儿了？司令和山猴子去执行任务了。饿了吧？这有鸡。饿坏了。来来来，来酒。司令，辛苦。两箱假钞，一分不少。弟兄们，咱们也干一个，庆祝马副官死里逃生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干！政委，听见动静，他们好像有很多人。你在这守着，我绕在窗户那边确认一下他们里面的人数。还是我去吧。哎，念虎。现在不是硬碰硬的时候，请你大局为重。司令，那兄弟们怎么办？司令，瞻前顾后者难成大事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跟我走吧。长子，走。
先送医院了，放心吧。坐地炮，土匪已经全部击毙，庙里也全搜过了，可就是没发现坐地炮。不过在佛像后边发现了上次背到那几批军火，全部入库，发到五号仓库。明白。坐地炮现在在哪儿呢？啊，龟儿子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。马上送医院，一定要救活。明白，走。流血过多，要想不落下残废，就要配合我们进行手术。残废，我宁愿死也不用你们救，有少要剐随便，赶紧的。你还算是一条汉子吗？啊，你这条命就这么可以轻易的丢掉？啊，你们不就想救完我从我这儿获取情报吗？我告诉你，休想。这点你说对了，你对我们是有利用价值，如果你现在就告诉我们坐地炮的下落当然最好，但是这跟救不救你是两码事儿。少在我面前假惺惺的，老子要头一颗，要命一条，我什么也不会说的。不能再拖了，虽然只是神经缝合手术，但他毕竟失血过多，再拖就有生命危险了。准备注射麻药。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救治你，但是也希望你手术成功以后积极配合我们工作。手啊！笨！东边那条小道左转，可以避开岗哨。哎，you
掀开茫茫的夜幕，从晨光中醒来，那些淡淡闪耀的寒露滋润着花开，看那探路的人们为希望准备前行，心中充满爱，风雨中并肩走，走过泥泞的道路，双鞋是携手攀过冰冷的河流，背着重重托付，迈开坚实脚步，生死相依不悔的征途。啊，峥嵘年代壮丽难载，激情岁月真心不改，每当晨光照耀万物，那是生命绽放的色彩。穿过漫漫的丛林，从晨光中走来，那些纷纷落下的枫叶生养着根脉，看那探路的人们为胜利踏上征程，心潮涌澎湃，风雨中并肩走，走过泥泞的道路，双鞋是携手趟过冰冷的河流，背着重重托付，迈开坚实脚步，生死相依不悔的征途。啊，峥嵘年代壮丽难载，激情岁月真心不改，每当晨光照耀万物，那是生命绽放的色彩。啊，峥嵘年代壮丽难载，激情岁月真心不改，每当晨光照耀万物，那是生命绽放的色彩。